看哦，宝子们，今天一起来给两位小宝打包手链。这一个是寄往河南的包裹。宝子其实很早就下单了，因为要求要改手链，又多等了几天。这条是迪飞胜的印象手链，延长链改成了推拉链，第一次做效果还可以。接下来是宝子买的凑单神器 9.9 米三条的米珠手链，宝子说想要迭代，所以选了一样的颜色。米珠手链是可以改弹力线款式的哦。赠品米珠戒指刚做出来几个又送出去了，再放两个 DR 小配件，也是新做的孤卡盘，标配便签纸，开始放贴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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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贴纸，放上一个收纳袋，空白贺卡来一张，这个相片好可爱，最后来上一把小糖果。这样就好了，下一位。这一份是寄往深圳的，宝子买了这条李莲花印象手链，买张贴纸装饰一下。宝子还买了星宇，是这种很简约的款式，有点酷酷的感觉。米珠戒指是这两个颜色的，这两个 DR 配件可爱，孤卡盘长这样，超爱紫色，便签纸放上，贴纸也放上，我放，放，再放，还有一张，收纳袋放上，空白贺卡放上，百变小樱的香片，最后是一把小糖果。两份包裹都打包好了，最近收到拿到包裹的宝子们反馈，真的满满的成就感。再次感谢大家能喜欢我做的手链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。